是 Lisa， 欢迎来到北美话家常频道。今天带大家到我的房车上去看看，这是一款2018年 Sunseeker 2500TS， 这是它的内部的结构图，它有25尺长，可以容纳4个大人、2个小孩，一共6个人。这是餐桌，打开以后可以睡2个小孩。左边是厨房，这是微波炉。灶的煤气灶，下面就是烤箱，这是冰箱的冷冻室，容量还是比较大的。下面是冷藏室，往后左边是盥洗室，右边是洗手间，它们两个分开，特别方便使用。正对的是主卧，它看起来比较小，但实际使用的时候，衣柜和床都可以往外伸开。现在看的空间还是挺大的。开车的时候就把它都收回来。大家去看看洗手间，这是一个半圆形的餐桌，它也可以往外伸出去，扩大使用空间。驾驶室上面可以睡2个人，拉上帘子增加私密性，有栏杆保证安全。这是驾驶室，驾驶室的2个椅子可以转动180度。